亲爱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，晚安。亲子晚祷，一起跟天父说说话。箴言，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五章的十二、十三节，跟着我来读。谢曼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带来喜乐，一起祷告。真实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生命在你手中是最稳当的，我们要把自己交在天父手中。天父，你的爱最完全，谢谢你通过圣灵的工作，不间断地修补调整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出自由和喜乐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用信心宣告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从天父你而来的爱和恩典要充满我们，忧伤负面的思想不再捆绑我们。天父，当我的宝贝每天在生活中产生各样情绪时，求你常提醒他是你的孩子，从真理中明白自己是谁。愿你的话向我们发出亮光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壮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